他想着搞这个独立，这个独立建国，这个不是他那个王毅说他是孙中山的不孝子孙，说轻了。你看看这个政坛上这些人物，哪一个不说假话呀？到大陆满口的这个当面就是那个啊，是笑脸相迎笑脸相，背后的踢脚啊，满口的那个仁义道德，满肚子男盗女娼，吃喝嫖赌都是这帮人。你看看那个海军军官，对吧？50多岁就死在那上，就是招妓嘛。50多岁呢，性功能那么强，啊，结果一激动，死在床上了。所以怎么办呢？怎么来救台湾呢？怎么来救中国呢？怎么来救美国现在的经济呢？现在美国也到了水深火热、走投无路的地步了，台湾也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了，中国的经济现在也陷入低谷了，也出现危机了。但是李大海的二把 Ocean 就在这里说，危机就是转机，止于死地而后生。现在就是要把中国共产党啊，还有这个国台办，还有这个台湾这个2-3百万人置于死地。什么死地啊？法律的死地。你们重新认识啊，联合国宪章和2758决议，重新解放思想。你不是要开这个迎接国庆节要到了吗？啊，中秋节要到了吗？啊，你思想不解放，你不可实事求是。要立心求真，你不找到真理，这个一国两制、和平统一也好啊，那个国家统一就是一句空话。要按照规矩来，这个规矩就是和平和这个什么叫做先结束战争，战争还没有结束哎。你战场上没有得到的东西，没有得到谈判书、和平协议，没有签订和平协议，你谈什么和平统一啊？要一步一步来嘛，是对的白，是对的嘛。所以，既然有这个要求，我们就要对症下药。我愿意和佩洛西一起到中国去谈这个啊，一个中国的政策，谈台湾关系法，啊，谈人岛分离。我们搞一个博弈，我把你这个台湾人，那些搞独立的人、搞分裂的人，你中国不要的这些人，我给他拉到美国来，对吧？人岛分离，留下的是你爱国者，留下来那个建设台湾、共建台湾呐、啊。台湾不要再去搞什么殖民地，不要再去搞什么特区，搞什么什么，台湾就是中华。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省，接收也好，不接收也好，这就是人民的力量，这就是中华联合国宪章给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的力量。法律授予你的，你不敢去做，你叫不作为，你习近平叫做不作为，对吧？我看了很多大陆的官员，该干的事情不干，该负的责任不负责任，这叫失职、失责。还有什么脸让我搞连任呢 ？What's shame？ 2年解决啊，2届都是8年也好，你原来当副主席都还有8年呢。解决这个问题，从别人身上我们要学到哪些东西，要批判的、执意的来解决，逆向思维，实事求是，实验用实践来检验真理的一个标准，检验我们的政策。因为我们有3座大山，第一个，凡是毛主席说的话，我们就要执行。凡是毛主席定的调子，这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叫我们叫无条件执行，听毛主席的话，就毛主席，毛主席错了，我们也是对的。然后邓小平理论，只有邓小平理论，没有别的理论，这就是共产党的形而上学所留下的祸根。
所以，堡垒是从内部攻破的。你今天不去认识自己的缺点，你没有自知之明，还要这样把自己的错误还要当成真理，还有四个坚持，四个自信。错了就是错了，还没支持，还说这个现在又出了一个毛泽东，中国又出了一个毛泽东，邓小平时代时候就出了一个邓小平，这习近平时代就出了一个习近平，每一代都歌功颂德啊，树大树特树啊，这个大树特树的结果是让愚民政策，这个让大家不敢说话了，是靠集中把民主给压下去了。这个党就不是一个，那就成了一个啊，就把中国共产党变成了国民党，就变成了那个蔡英文这样的民进党了。为什么你看看国民党就这个土崩瓦解？为什么现在台湾民进党一求是个一泄不如一泄？这就是中国的文化，中国这个那个儒家文化就是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，就搞得勾心斗角，搞这个政治斗争，搞政治迫害，一个国家比一个朝代比一个朝代啊阴险毒辣，花样百出，无孔不入啊。所以共和的思想呢，什么叫做共和啊？就是要靠权力，要靠监督呢，就是要制度上防止你啊连任，不允许你的总统的权力过大，不允许你党的一个党权力永远是就站着这个舞台，站着茅坑啊，你不管拉屎不拉屎都在那站着呢，不允许你这样子做，这就叫做共和制。共和呢，为什么呢？Republic of 这是 King， 政府要分类。那个孙中山搞了个五权制，孙中山一个医生啊，把一个制定了这个中华民国的宪法也不容易了。我是搞经济的，搞工程师的，我要来建立这个法治这个一个五权宪法，我觉得我没那个本事。但是我学习啊，我跟着学习啊，但是我学习，我现在我是会用啊，这么学习是一个，使用更是一个，是更重要的学习。我批判，我质疑现在的一个共产党的政策，国民党的政策啊，那个美国的一种一个中国的政策，我质疑，我批判的思维，我逆向思维，我站在别的角度上啊来看这个问题。老百姓是说实话的人，你中华民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吗？你是根据中华民国这个创立的这个中华民国这个基础，你没有把这个中华民国给推翻，没有消灭嘛？在联合国还是中华民国嘛？还是总部那个签字那个中华民国嘛？你不要忽悠别人说中华民国已经不存在了，中华民国是另外一个国家。你一个另外一个国家，你把一个你不承认的，你不去辩证的去看，一词一笔，我就是中华民国。你不去这么大当去堂堂正正、坦坦荡荡去说，那台湾说你不要我要，对吧？我就是中华民国啊！那个在台湾，你不要就给别人就钻了空子了。就像你两个人谈恋爱啊，你对你老婆不好，你老婆就会另外一个开小三了。你这样的，那女人也有外心了，这家庭就分裂了嘛。所以啊，你不能把中华民国否定，中华民国就完全否定中华民国，你把它推出去，你就把自己给推出去了。国民党啊，民进党啊，台湾这个反中政策，就是你中国共产党的掘墓人呐、啊。你一国两制就是要培养掘墓人呐、啊，给你准备棺材，给你送你，政府给你反攻大陆去，他用军事不能反攻，就用金钱啊经济来收买你这个大陆的官员，收买你大陆的法院的人员，多少人被糖衣炮弹打中，这个可比南京路上那个
这个好八连要更加来的直截了当。那个时候人单纯，都是农民出身。现在好家伙，大家都负责人，这个14亿人，大家都是时间就是今年，都知道你金钱挂帅。悠悠叫什么，来来往往啊，结为利来，熙熙攘攘，结为利往，天价都为钱。你看看那个副省长，那个北京市副那副省长多年轻，全国几十个亿，然后那个事件判刑了，揭露出来忏悔了。我父亲说的对，我幸亏没当官，我要当了官，我非得要自己把自己给害了不可。阿弥陀佛，我现在也好好的活到现在，我不贪，我不是不贪。我是一直都在，因为我有个事儿压着没办成，就是这个台湾没有统一这个事儿，我就一直就是一直没有办成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和党内的形而上学在做斗争，从毛泽东从14大15大我就开始做斗争，我们从在十个工业区的时候，我们就提出姓资姓社，这误空谈姓资姓社误国，实际上改革开放兴邦，那个四人帮就被这个上海帮给误导了，空谈社会主义，空谈是姓资呢。现在习近平现在搞的就是政治挂帅，我们还是要搞经济挂帅，搞科学挂帅。搞真理挂帅，搞统一挂帅，你不能完全统一，你没有那个力量解放军，不去打仗，不去解放台湾，那你养着解放军干什么？解放军就是宣示主权的嘛。美国为什么养着军队啊？就是宣示美国的权利嘛。但是我要和拜登和这个未来的美国总统要说了，你美国的这个权力，这个军队啊，养的军队太多了，叫大裁军。现在你看，养了那么多军队也不能打仗，现在的你到了台海那里啊，人家都有的，你就把自己管好，不要管那么的狗揽八堆屎，一堆也打谈不上，到处都是弄那个战争。美国现在到了这个程，你看看那些电线杆子啊，比中国那个改革开放前的情况差不多呀。你看那个街道那个线，那个估计那个交那个电网那个线路，很多地方都有，很老旧了。真是我在美国15年，没有把这经济搞上去，没有搞什么，我非常痛心呐，我着急呀。尊敬的。那个南希佩洛西，我告诉你一个真实的事情，我给奥巴马总统写过一封信，提出来要搞这个联合，要学习搞特区我就说招商局，我是招商局的那个发展公司的香港发展公司的那个经理嘛，我招商局愿意和马里兰、巴尔的摩市联合搞一个开发，搞一个开发区，搞一个联合建港，把巴尔的摩变成中国的蛇口港、深圳港，把巴尔的摩变成中国的深圳市，搞一个试点。我把这个这封信的材料，我在网上我给发给发给那个拜登总统。发给米歇尔那个第一夫人，发给奥巴马，发给那个安东尼那个布林肯，我如果能够找到你的联络方式，我就发给你，就是我给提出来的。我在2007年到了美国来的第一件事，感恩节的第一件事，给美国建了一个提出了一个建议，改革建议。
改革我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放美国的生产力，把美国的经济搞上去，改革开放搞上去，和学中国的样子。因为改革经济改革就改变，后来就变那奥巴马就提这个 change 啊，就不会 change 什么 ？What it means is change？S 这个 liberty， 这个生产力就是解放生产力，解放生产关系，提高劳动者的素质。所以我要建叫做合作，经济合作不是给中国人赚钱，是掺沙子啊。这个拜登总统也好，那个什么，你们都是政客，不懂得这个经济管理。经济管理就要引进这个外来的物种，引进外先进的生产力，来带动美国这种就是鲨鱼就是什么呢，鲶鱼就是鲶鱼效应，懂吧？鲶鱼效应就是混合，就是这个转基因也好，干什么也好，就是一个杂交，就杂交最后产生的杂交优势，你带动你的美国的落后的生产力。劳动力是那种惰性的，因为我已经，就现在美国我已经发现他不愿意上班，他愿意享受这个福利。欧洲也一样，资本主义国家现在都在追求福利，而我想的就是要如何提高这个劳动生产率，提高劳动效率，才能解放生产力，解放美国的生产力。空谈政治误国呀，你搞那么多外交，搞那么多一国两制，搞那么多干涉别国内政，你自己国家都是就你中了别人的田，你关心别人，别关心别人的老婆，你自己慌了自己家里的老婆了，是吧？你自己家里田地没有弄好，是吧？你自己的建设没有搞好，What's shame？ 2007年。我给小布什写的信，白宫这里可以有底的去查，对吧？我写的信就三个信 New American People New American Citizen 就是第二个信是什么 New Living City 就是新美国城市，第三个信呢 New Image American 树立新美国形象。亲爱的佩林西大姐，我们两个人有没有共同语言？我觉得我们两个在这个新美国建设，新美国这个改变，这个解放生产力，这个新的是一样的，我们两个的心是相通的。我姑姑那个脾气啊，也和你这么一样，他这个法院里的法警出身，法官出身，后来又当了人民教师，我看就跟你的一样，平常看起来的刀子嘴豆腐心，对我虽然很严厉，但是我小时候是有自己有独立性格，在他的管教下，我父亲叫我呢委曲求全了。学会乖巧一点，我原来不乖巧，我现在也不乖巧，但是我知道自己要，我当时我没有好好的是做一个好孩子，听话的孩子，你让我干什么就干什么。美国的孩子就有自己有独立的见解，那个时候我自己有独立的见解，所以我姑姑就不高兴，我姑姑不高兴就把我赶出了家门了。但是我后来大了，我知道打是亲骂是爱，这中国人美国人听不懂这句话，打是亲问你为什么打我我还爱我，那个不是这样的，美国打孩子叫犯法，中国人打孩子叫打是亲骂是爱，不打不骂是祸害，这是两个文化，所以呢，各个叫东西结合，我希望。能够在中秋节，也就是说在
你中秋节到国庆节这个期间，我能够和啊南希那个佩里西啊这个出访北京、深圳、西安、成都。我顺便呢，我有私心，我就是想阜阳、襄阳，我就想襄阳。你把我带去，我就省了点路费，我就省了这个钱，因为我觉得现在的路费太贵了，机票我买不起。我就是贪这点小便宜。你把我带上，我没有争议，我不是什么这个按照台湾关系法，我是台湾关系法的。藩属人，我是藩属人，所以你把我带上，我去叫制裁，我是藩属人，制裁必有我，应该有我，我让北京听听我这个台湾人的意见，我谈谈美国台湾人的意见，我到台湾，各个如果到台湾，我把台湾那些人不愿意在台湾待的，就都拉到美国来，空谈误国啊。你不行的，不拉到美国来，你在台湾那个地方，你愿意接受大陆必须占领台湾，必须过海驻军，必须实行联合政府。大陆不实行联合政府，不建立联合政府，台湾人管理台湾，那叫做卖国，那叫做搞，这叫姑息养奸。你一个国家啊。你一个国家，你让别的这个跟着你的敌人仇人，你的你那国民党也好啊，国民党也好，民进党也好，其他台湾所有的政党跟你共产党没有一个是同心同德的，没，因为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，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啊。你搞中国共产党，你搞的那一套，跟着他这个跟中华民国那个制度建设完全不一样。你把他赶到了台湾前面，你又把他赶出来，他说你是满腔仇恨，他怎么能够跟你那个产生这个共同语言呢？你不是痴人说梦吗？你这个不是，我说邓小平就是农夫，我说习近平就是不落单那个毛驴，你到现在出台这个就出台这一中三原则。这叫二十大，这个中国二十大的一个定调的，我这个叫做黔驴技穷，还是没改这个毛驴这个样子，啊，所以我这个叫做悬崖勒马，我中秋节要赶到二十大之前，我去给你去悬崖勒马，啊，对吧？回头是岸，要解决台湾问题嘛？你习近平在那两天之内你解决不了的问题啊 ，go out 了，对吧？我说的客气点，对吧？人都要贵有自知之明啊。我也40年的党龄，对吧？你也40年党龄，你这个党龄是农民意识，为什么我没说你是那个农夫与蛇了？你差不多哎，西北城市，你差不多和邓小平的理论是差不多一样的呀。你要真正的要想到。政府不能够做那个，不能够解决这个国家统一的问题，就叫你失职，你就没有完成这个职责。这个是一个没有完成职责叫不作为，这个也要检讨。这个过度高度的决就是政治的腐败，过度啊绝对的权力就产生绝对的腐败。这里是你讲的那些很多的道理。但是弄到自己身上来就成了这个啊，对，就成了自由主义了。我想送给你一本我5年级的读的书，叫《反对自由主义》。我那时候小学五年级在那个我这本书我送给你，你比我年轻，还那么多的话，这个帝王将相的头脑。因为啊，批评和自我批评，啊，是我们党这个在不同于这个其他的政党的一个显著特点，是吧？
我们之所以犯错误，为什么之所以走错误，就是因为我们搞了一个啊，搞了四人帮这一套，搞了自由主义，搞了个人崇拜，搞了形而上学，啊，搞了一个个人迷信。我们不要再去搞个人迷信，世界没有完人，哪一个人没有缺点啊？凡人皆有过，对不对？有过自己，关键是自己缺乏自知之明，这几个的危险要命的是，哎，我在还要就话走题了，我还有三件事情，我跟着那个佩洛西，因为我拉大旗要做虎皮呀，啊，我给拜登啊，我早就提出 I have a dream。什么进步呢？我希望在，因为这个拜登呢，到四川大学做了一个报告，那个时候那个骆家辉在那里，也还传递了那个火，我一直就希望联合起来，拜登这个民主党和拜登自己也出钱，和民主党募权，办一所大学，在哪里办？中国的大学往往都在城市里办，我们要不在这在城市里办，而在这个接近工业基础、现代化基础的地方，在德阳，德阳是中国的一个重工基地，我是在那个德阳中学毕业的，德阳的文化素质、文化之乡、三国古代古文化、三清堆文化、那个白马关文化、三国文化，非常历史非常悠久。在那里办一所四川大学的分校，也叫做中美联合办校，叫啊 George